们先主要谈是两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关于就是 AI 的一个广告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相关于就是一个比较属于下设的智能驾照系统的一些解决系统。嗯，我会比较先讲一个这 AI 的系统，那另一方面有几个来做说明一下，这个是你们正在研发的什么新设计？现在这条产品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找到硬件开发的人员来合作的，那专利也已经拿到了。嗯，对。所以这个是架在你们就本来的那个广告机的那个系统上。其实是有附身的。啊，对对，其实我们刚开始不是要做广告机，对，我们是要做 APP 的。但是有一个界面讲说，那我们还是需要推广，那说我们用一个广告机来做一个媒介，然后用广告机。那我不禁又提说啊，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一直没有被改变，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改进它这样？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有个 AI 的广告系统，我想到了，就可以透过线上的数据，然后把它用到现有的传统的广告机上。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刚刚好我们拿到这个专利，就是透过 LBS 的方式，可以得到那些数据，因为以前的透过机也好，广告机也好，或是那些电视墙。他看到的都是轮廓，对，而且你不知道说谁看到，而且就是前面站几个人，他都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没有数据啊，对啊，所以他不知道说，他对这个客群到底技术不精，对。那我们刚好可以应用到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有双向的东西，所以他知道说，我们可以知道说那边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客户群的，男生、女生也好，他们的消费习惯，然后他对哪些广告比较兴趣，对比较久啊，对，我们就会得到这个资料，就播放类似的。是，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好比说一些数位的互动，其实是一些活动啊干嘛，那我们可以因为那个地域性的关系，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在那里，然后又可以透过那个互动，可以直接跟线下的店家也好，厂商也好，会有一些更直接的一个购买的消费的方式。要他去旁边几点的？要他去旁边什么几个点啊？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或是可以做一些抽奖啊，或是抽奖，抽奖相关的东西。OK， 所以现在等于就是说，你们这个硬体它是配一个摄影机吗？我们不是用摄影机，是用红外线。我们是用 LBS， 是 location， 就是完全是 LBS， 对，是跟它的 device 对，互通，它不会就是自己上面加别的东西。对。因为现在外面的大部分都是用像这样，就是用像 camera， 对，跟比如说 infrared 之类这些，对，像那个叫做beacon 啊，对 ，beacon 或者是用 camera， 大部分就用这两种。那我们想说，那怎么没有人想到用 LBS 的方式呢？gather 数据，因为那个范围更广，对啊，是更广，而且是有效范围的话，其实我们会更直接一点，因为 beacon 的话是可以收到一些东西，但它范围稍微小一些，是，对，那我们话会比较大范围。可以知道说，好比说在西门町，我们这边有一个电视墙，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可以看到的范围有100公尺，那我们可以在500公尺就知道说什么样的人要进来。对，就是一个商圈，它的范围变大。对，这是一个商店。对，毕竟大概都是商店。对，所以我们从大的到小的都可以做，而且像第四台我们可以做。第四台，比如说那个社区，那你看的话，可能就是看频道，然后知道收视率，然后去播广告嘛。对。那但现在很多用 MOD 啦，它就是数位化的，所以能透过我们的 location base 知道什么样的人出去了，对，什么样的人在家里或在那个社区，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相对的广告的对应的东西，这样子。可以解读。OK， 这样大概了解，很有意思的。是。原来在我们这个先来讲的话，当我们在线上比较多，是那个 AI 可以的广告可以的，这样子的东西。那都会间接影响到一些成本的降低，对，精准投放，对，那现场都大部分都一直在用这样的系统，对，也是对外开始，对，那他们就没有想到说会把线上的那个数据移到线下来做，就是线下广告也可以用上，这样的结果，对，那这块也有做，做了一次，那我们也查了，因为我们也在申请专利前，我们也说明过，我接到这个我看了。然后我的全世界都没有，是，那我们就一步争取，那台湾的专利来的比较快，也没给我们修改过，因为我们要求觉得一切都很合理吧，也没给他
撞到什么。对对对。所以我就拿到专利。挺好。那对，拿到专利之后呢，我会知道一个大家都在谈 AI 啊，那我们看这个东西属于 AI 的一部分。嗯。比方说政府上方面能够进步我们，去做怎样的一个整合？因为我们除了系统以外，台湾最强项就是硬件，硬体的部分，还有整个那个部落，整个那个供应链。什么从一路开始啊，到那个盒子啊，到芯片啊什么，台湾做的非常好。嗯。那如果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再加上我们的 AI 系统，除了在台湾做以外，能不能推到全世界去？不具体来讲，你需要哪些？一个是荧幕嘛，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有一种新的一种广告机。对。我们的广告机跟人家还不一样。对。一般的广告机就是落地式的。或者是你就放在门口对外的，但门口对外的你会通常要施工嘛，你要锁个螺丝啊，就固定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的窗户会破坏掉。那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硬件的专利呢，什么都不用动，也不用施工，就直接两个系统系统。所以它随时可以换位。这也是我们的专利，就是硬件的专利。这个比较吸附式的。吸附式的专利，对对对对，吸附式的广告机。那这个东西在台湾来做的话，也是没有的。从来没有这东西，而且它是最贴近那个玻璃的，它完全可以做到那硬件，那一般来讲，它悬挂式的都会有一个五公分、十公分的距离，折射啊、反光啊，都会影响视觉。是，但我们直接贴到玻璃上就没有反光，就比较好，相对它来讲，而且完全不用施工。那以这个广告机来讲的话，应该会很吸引很多店面，因为它都有灯光嘛，随时可以换。今天这个地方对了，你要拆下来就拿个什么报纸，啪，用手掰一下，直接掰下来，然后移到里面，啪，一吸就好了，它完全不用去破坏窗户，高也好，低也好，同时吸几的都可以，看它需要怎样的需要，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我们广告机大台的，那一个大台通常都是用推的，我们是可以拉，同时可以上楼梯。了解。那这个东西在会展中觉得是可以获得的。当然我们还附加了一些东西，比方说那个蓄电池啊，如果在室外，我们太阳能啊之类的，我们有附加在上面，就保护起来，这个我们做的是蛮完整的。所以硬件的部分啊，就是广告机，像那个荧幕的部分，台湾有很多人在做。对，那你就说，我就说从政府的角度是说，你们需要什么东西，它还没被研发出来吗？可是这样听起来，你们用的零件都是已经有的吗？对，已经对啊。那这样我们能用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整合，如何提供一些用途的东西。但是我们很难去认识那些资源很大的一个公司或者他们有兴趣的。那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我们的广告合作。那广告合作部分，我们也加了一些自产的。流量的机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点做我们的分析，用它附在广告机上，这个是新的概念。我们基本上那个盒子是一个整合的所谓的 OTT， 就是像 MOD 的模式。我们也有跟公司现在在谈合作，也是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希望说以后店家，基本上就是不用付第四台的费用，但是又可以有 WiFi 的分享。然后没有用设备电池在那边，然后用店家的广告单。其实店家来讲的话，他基本上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我们就从广告里面的东西的钱，然后给店家这样子，所以他们基本上不用做，可以赚些钱。未来的打算是要用五 G， 就是用四 G 来做运作。其实是可以，我想就是五 G 的话，其实就是明年的事情。对，其实就差SIM卡的话，那些外在方向其实就是很低的，其实都可以。因为这样子，我一下子比较听得出来说，他要加入哪一个就是研发的计划，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就是已经是应用端的事情。对，如果是应用端的话，那就只是行销跟场域的问题，就是等于你们的解决方案已经 ready 了，因为只是想要让比较多人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这第一个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有大厂，比方说大的会展啊，大的什么东西，它有比较
求，那你们当然根据这个需求也是会客制化一些东西。那因为你们现在接的这个场域可能还没有到整个新的那么大，对，所以当然是希望说，比较大的场域如果还有额外的需求的话，那确实可以跟你们一起研发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听起来都比较不是说，好比像说研究机构的能量，或者是一些大学的能量，听起来不是这个。对，就其实很多东西在外面是可以有的，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可能对，然后我们在消费的系统，然后可以放在社区里面。好，那商店大大会在公寓里面，然后我们可以放在社区里面的一个管理室。有这边有什么样的新的政策啊？里长需要你配合的事情，或者是附近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变成的话，可以马上回应。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需要一些政府的支持。就是可能有点预算，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这预算是很高吗？但是因为我们政府一般来讲采购分成十万以下、100万以下都有上，对，这个是难得集聚的预算。就是如果每一台都超过100万的，哦，没有，不可能，就按摩门。我们现在都是希望说能招在1万块之内。OK， 所以就是好像一个社区快要个2-3台，对，那就排在10万以下。是，不过这样的话听起来应该也还好，对不对？就是它不是像就是一笔很高的投资。那你们的维修或保护什么是请厂商来做的？对，是厂商，就是等于你们后面都有相应的厂商。对，所以你们等于是就系统整合着，没错，我们照片拍起来，没错。这个部分很难说，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了，软体硬体的部分也做了一个整合啊，那看起来是蛮合理的啊，那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整合一个更放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比方说某个乡镇区公所啊之类的他如果想要实地看的话，他要去哪？你们是有在哪里已经有部署，或者是已经有可以展示的地方？对，我们其实这个专利是刚拿到，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还在做城市的作业。对，那我们现在有的部分就是比较硬体的，像广告型跟系统式广告型的部分。那系统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盒子的部分，我们现在硬体跟软体部分已经正在研发当中。对，所以应该是今年。目前就是，如果他今天就要看，他看到就是外壳的外面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影片。对，那未来的话，我们就是把如果还可以放那个展示方面，这也可以啊，因为我门口就是有一个广告机啊，对，我们可以用吸尘器的，就是吸在哪个位置看起来吧。我们这边本来就都是可以有一个展示间的，就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但是只是说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前后测试，就是看你们这样吸附过来之后就是实际会愿意停留的人或者真来看，他会不会比我们本来这种加两个轮子的要稍微多一点啊？是，对，我想这些都是一个蛮好的 promotion， 因为我们这边经常都会有蛮大的活动，记者会啊等等。是，所以如果因为目前那个说穿了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系统，就是我们在底下轮播一些广告，上面是写我什么时候有空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实就是一个网页而已。那所以那其实就是开的那个 Snapple 显示那个网页，就没别的了。对，所以如果你的系统是更好操作或者是更好设定的话，它设定功能更强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调整。是的，因为我们研发这个软体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对，所以那是刚好够我们用。所以我们这边作为就是展示的方向之一，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提高的。那当然前提还是说你们的那个设定的那个界面要有用。或者说如果你们真的只想展示硬体，它后面跟我们一样就是配一个就基本的那个 step box， 也是 OK 的。对啊，那我想这个是可以谈的。然后就是还没套不到 AI 系统的时候，对，我们可以先有硬体的部分，然后之后 AI 系统进来的时候也可以有另外一个，下一节就训练起来选择去。好啊，那因为我们这边负责就是这个空间的是紫色会教研所。那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尺寸啊，就是用电量的什么东西，就已经这么细了的这个程度的话，那我当然可以再约一个时间。
把负责这边的主任跟你们交个时间讨论一下，然后看是不是就从我们客户这边开始。好，对，没有问题。好，那另外你们还有给我另外一份资料，这份我就比较就是因为我可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这个专业我看的就比较吃力一点。对，它是安全车联网互的互动平台嘛。是是是，那最早的发想其实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个驾驶的道路上然后他违规，然后他发现说他是用驾照。或者驾照被吊扣的，或者是吊销的，就是，但是因为我们还可以开车，我们无照驾驶应该可以开车，所以也造成很多车祸，对不对？那现在目前的那个驾照，就是纸的，当时其实是带跟不带，跟你开不开车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现在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晶片相连接，对，那也可以来做用晶片来做一些处理，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驾照上，如果他每一年给他多少分数，就是说以大陆来讲是12分嘛，那台湾不要给他赔几分啊？就是说一年给他一个分数，然后你违规了，违了多大的规，然后会以前减到为零的时候，你不能赔车。对啊，然后他保险的费率会做一些调整。是的，他可以赔到保险啊。那目前来讲可以这样做，因为驾照上面也。那拿了晶片，他其实也不知道该干嘛。我先把晶片的东西跟汽车某个零件，就是在电能的部分，让他先感应一下。让你确认说这个驾照是有效的。对。那车子就会被发动。对。那这个会排除掉很多东西，就是说没有驾照的他不能开车了，拿钥匙也不能开。就是无照驾驶被除掉。还有你的分数被扣完的，被吊销的，是不能开车。是，当然如果是酒驾被抓到，当然上面会有特别的一些。酒驾被抓到，现在已经要做酒精锁了。是，对，大家也可以配合，因为我们是排他性的，对对对，可以结合这个结合一样的东西。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人、车跟驾驶，驾照三个合在一起。就你在开那部车的时候，其实知道是谁在开那部车，同时他有没有资格。因为现在我们上升到一个阶段，就是说那个车如果没有好好开，其实很杀人的气。如果你没有那个你开车的人没有那个资格，其实挺危险。那现在目前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跟甚至于不知道说开车的人到底有没有驾照。不，现在摩托车已经有一些，它是必须透过手机感应嘛，它必须要知道是那个本人是在附近，它才能发动，是进了这个技术。是，所以他一方面引进到这个方向来，非常好。对，像那个最近推出来的 GoGoGo 三里面，它 Plus 的部分就是对，它有一个感应卡，甚至是用你的手机。对，是是，我们这个系统也这么做了。对，就是说怎么样把导入到汽车里面？我觉得摩托车已经这样做了，那汽车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对，把那个驾照把它智能化。对，比方说我们明年的身份证要改成芯片了。不过汽车它本来也有一个预留孔，那就是它本来就是为了以后接这种东西用的，像酒精锁就是放到那个预留孔里面嘛。是是。对，那会影响里面电路？不会不会。对对对。所以这是现成的，现在的问题只是你怎么说服大家，就是在买车的时候装这个东西。是，如果说那个面有效的降低所谓的车祸的频率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约束。政策法规上做一些约束的话，那其实好的驾驶人他们可以。这里意思就是说，好比像说，从后年开始，大家陆续拿到新的身份证了，对。然后你是建议说，我们的交通法规上面做一个修正，说所有的新车或什么之类的，它必须要有把这个预留孔连到你必须随身携带你的感应式身份证。才能够开车的这个装置是这个意思吗？是是。其实我是希望这样，他驾照那个身份证本身是带着芯片，其实身份证的号码跟驾照号码是一模一样。对啊，对啊，对。所以说其实号码是一样，我们把它里面的功能输入到身份证上，是是是，就证明你是有驾照的。然后你同时你在要开车以前感应一下。那其实也不用输入，它其实就是你可以，因为现在很多。这些智能装置它都有就是连线的能力。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它用
其实不需要到5G 啊，这3G、2G 都可以了，因为它等于传一个简讯而已嘛。是的，对，对，它用最便宜的方法，类似 SMS 的方法，对对，它就是问一下监理站，说他有没有被吊销驾照，对，全部就这样，对吧？他就一个简讯出去，一个简讯回来，就知道他能不能开车了。是，对，那我想这个是比较及时的吧，因为你写进身份证里，那就表示说他每一次有监理站的相关的处置啊或什么时候，你得逼他把身份证拿回来，因为怕当 USB 一样写进去嘛。对，但是这其实是不太经济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新的身份证它其实就是自然人民证明了一类的，它不会写东西，它是一把钥匙。但是你透过它，透过这种很便宜的简讯，去确认说它的监理记录，因为这样你才保证是最新的，而不是说你写进的，因为你写进去了可能是旧的。对，所以我们身份证是以后不写入的。然后就只读取不写入，然后对，所以他读取之后发一个简讯出去，然后认证回来之后再去开启它，对，就开始了，这样就好了。哦，那可以啊，对，就是这功能可以附属在身份证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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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简讯现在它穿透力也很强，除非你停到地下5楼停车场什么之类的，真的是当然有些技术问题要克服了。是的，对，但是我想至少因为酒精锁会先上路，在所有人拿到新身份证以前，酒精锁会先上路，所以我们可以先试一段时间，先看酒精锁的实质它运作的状态怎样，而且这社会也比较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是至少有前科的朋友嘛。对不对？那所以等于让他们先试一段时间，那等到大家发现说，哎，这真的可以降低酒驾，那大家也许就更愿意说，那我们把无照驾驶也纳进来，因为我想社会还是需要先第一手经验先看到，是这个机器运作如何，我们才能够再普及，不然大家就会问说，哎，你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有用？对对对对。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切入，比如说像是一些共享车辆，对，或是租车，是，如果是可以用这样的评价，就这样的系统的话，对，会不会更容易？因为对保险业者或租车业者，或是使用者，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公交车，或大型车辆，那些卡车司机，其实对他们，对一般老百姓，或是对我们的感觉，自己个人吧。就觉得说会比较有点安全性。共享的车辆这块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有点像 Ubike， 但是是汽车嘛。对对对，那绝对对电动车也很有帮助。不过台湾有任何一个城市真的在做这个？这个我说不太清楚。对啊，对，我知道巴黎有，因为我去巴黎的时候就是开放这个叫做 Autoloop。对，但是台湾好像还是以摩托车跟那个就是自行车为主的。其实摩托车也可以用，像刚刚讲的电动车过后，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卡，对，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用那个卡，因为我们后来的那个专利申请的时候是可以把它用在移动装置上面。对，比如说你有一些像是指纹认证可以确定是那个人，或是直接在车子上面的本身它的遥控器上面。就可以做一些验证啊，其实也是可以使用。你们有实际去用过那个叫什么 iRent， 就是台北市的他那个事情，我大概了解，但我没有用过。我也没有用过，所以我刚才不记得，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在开 iRent， 但是他算几百辆。他是用那个悠游卡，对对，悠游卡之后下去之后，他透过微信进入悠游卡。应该是就像你其实它还是也可以连到驾驶座，对，就等于如果你没有驾照的话，那你就没有它就算过。对对对，它等于是刷了之后，它能打开，开了之后，它钥匙在那个车厢，就是那个置物柜，对，就是。就这个应该是合运还是，反正某些注册公司是做的，对。那我会建议说，你先调查一下，那就是他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不管是记点啊，或者是监理站记录的调取的功能啊等等。那如果这个模式大家在这个注册就觉得很方便，可以接受，那才比较容易推广到你刚刚讲的其他别的方面。因为我们毕竟都不是大客车司机，也不是货车司机，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流程是怎样。但是我们都不可以去阻折，所以我觉得你要推广这个概念到大家有一般的可以接受，甚至形成一个市民的压力，如果一个要求这个城市这样去做，还是得让大家都有一手经验。
了解。对，那酒精锁是一种，因为旁边的朋友可能就是说，对不起，我今天上次怎么样了，所以现在就开始得开酒精锁了。那他就会有一些经验。那或者像这边讲的 iRent， 就是以前叫 Ucar 的那种，大家可能也可以有入手经验。所以我觉得你的提案，你可以更多一点放，比较不是概念性的。比较是具体的那个操作流程，然后你去看那个操作流程是可以优化的部分，然后看有哪些可以更说服人的部分，那我觉得一方面你们可以当这些的一个体验设计的一个部门，那二方面就是说，如果未来你们自己要去推出类似的这样子的系统，不管是专利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去做专利申请，我觉得其实奠基在大家现有的经验上，也比较好说服大家。是的，就像这个酿这个酒的叫做 Calamon， 它的水蜜桃酒，它一开始也是用类似比利时啤酒那样的配方，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大家喝台啤的水果酒太习惯了，他必须要推出的前几款先跟台啤的水果酒很像，市场才会接受，接受大家才可以自己开始倡导他的理念，那如果一开始就比大家啤酒精力飘远，那就比较难。对，了解了，是的，是的，谢谢。差不多。对，那如果那个硬体上真的有具体可以配合的，我想就是我秘书小婷，她是就是这边的我们在这边的窗口，对，所以如果真的有很具体的提案，你觉得可以把我们门口那个换掉的话，就让小婷知道就好。对，好的，好的。是一个部分，应用，我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未来我们要发展这一套 AI 的智能广告系统。那其实会有需要一些数据上的应用，那其实我们也在找合作的厂商，那不晓得委员这边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是有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可以去跟他探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们是要自己开发 AI 的应用的话，那我会推荐一个叫做最高人工智能学校 AI Academy， 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有出题目的厂商，就你希望 AI 帮你解决个什么，跟他们要教人 AI 的学员去加一枚，所以学员在做习题的时候解的就是台湾就像各位实际会发生的应用的需求。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产学合作这样上完就算了，也许这些学员毕业之后就跟你们成为工作伙伴，那或者是算这些学员他只接到10%，因为 AI 方面没有办法保证的，但是至少他也觉得说他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有贡献，他不会觉得说他只做一些抽象的国外的事，那这个对我们产业的横向整合也很有帮助，因为很多去上他们课的自己是本来已经有一些事业的，只是跟 AI 没关系，所以他只是想要再多学习 AI 方面的知识，但他说不定本来也有一些纯产的能量，所以这样的话等于你们业界合作会比较容易，所以也许可以问问他，看你们出题，还是你们甚至有兴趣去上这个事的工作，就差不多这样。非常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没有，谢谢。